福兴乡活动排水的完成度啊，因为真久无征收，贴石仔河岸放弃，而且河道当中嘛有真侪落瓜梅甲杂草。十八号早起，乡长郑文鼎甲管护水主处以及村长到现场会勘，希望管护会当赶紧便利医生来改善这个状况。排水沟内拢是落瓜梅甲杂草，前几届大雨水拢排不出去。边海农产嘛，拢受到影响。就即摆看咧，这沟的拢塌掉咧啦。啊，即摆若竟然一届落雨落大雨来，拢规个拢塌掉的，拢袂，拢水袂消，啊，田拢淹淹咧，啊，一寡农作物拢歹去啊。啊，逐项安尼，咱农民拢损失啦，啊，要哪法度？啊，咱去用政府发动，啊，这替咱排解者无？外中排水荷花工程已经超过40年，到了下月原中段因为年久失修，早年的基础荷花四季出现放弃的情形，加上河道接了真侪烂瓜梅，杂草嘛洗了真旺，河原本有六米宽的河道变甲相当的矮，河排水功能不良。在近期落大雨时阵，无法度一时排水，造成水满出来，淹到附近的道路农田。恁这条排水吼，是咱三班啊，甲咱的原中村吼，一条真重要的排水沟吼。啊，因为年久失修吼，迄个啊，大家拢知影看到吼，迄个沟岸已经吼，淤淤石壁已经拢放去啊。啊，这回呢啊，落雨落几个月吼，啊，规个水拢积掉嘞吼，甲咱的田吼拢淹去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一寡农作物拢用去浸死吼。啊，希望讲吼，咱啊，管府这边会当哈较积极吼。啊，赶紧来便利商家这条来个征收吼，让伊的这个原中的排水呢，当来改善。啊，甲恁三班这边的排水呢，当来改善。因为咱这水尾吼，若无改善吼，啊，咱的水头那边遐吼，规个水拢积掉嘞吼，变作讲爱几落工才会当甲水排完吼。啊，影响到咱的呢啊农民的生活，啊，甲咱的农民的农作物的生长。船长表示，这外中排水是庄内重要的排水系统。虽然前段已经有整治过啊，但是后面无做，水同款排不出去。大概那是大雨，水拢会淹到农田，造成农民的损失。顶回咱有一个落大雨吼，啊落大雨这水吼，因这只大只在弄水尾，啊落大雨规个拢水拢是无法当消啦，两边田呐吼，规个拢啊包括这路嘛，规拢淹水起来。哦，足严重的啦，所以讲拜托看中央啊，是咱政府吼，有法度来改善无？拄啊剩一块啊尔，啊这块啊无改善，你头前改善，后壁无改善，头前迄地嘛是拢会淹水啊，吼、哦！啊所以讲后壁无改善，头前改善哦，啊嘛是拢无法度啊，水拢消完全消袂出去啊，吼、哦！所以讲望中央吼，啊望咱政府吼，啊帮忙者吼，啊这都咱百姓的性命财产吼，啊再拜托者啊。乡长表示，外中排水是三班外中甲原中顶村的主要排水河道，即马就是洪台定来的季节，希望管府会当先进行河道的清污，再个积极规划荷花整治工程，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新中华新闻蔡良谦复兴采访报道。